新闻继续要来看的是有两间台北市在地的企业，也就是南龙集团和英杰铸造工业，为着要来回馈乡里，在第二十二号上午是观战台北市的消防分队一台灾情的勘察车，就要来投入到消防队员的救灾勤务，后面就有更加安全的生活环境。为提升消防救灾设备，南牛集团优良纺织公司以及永捷铸造工业，二十二号上午关进到台北市消防分队一台2400cc 的灾情勘灾车，总计大约63万，由馆长陈华官代表接收，并感谢两间企业会使回馈乡里。像这样子的一个模式哈，由民间来协助公部门来做这样子的一个救灾哈，我相信会让我们的力量是相乘的，所以我今天代表县政府非常感谢我们民间的力量的加入，因为刚才关实在是太快了，清高坝冰公里对山谷边的高冰湾啊，要照顾的又是山居型的，要照顾的地方太大了啊，所以像他们企业能够这样子捐出来哈，是让我们非常的感动。嘉义县各消防分队的救灾车以大型的车种为主，如果事故发生在小巷啊内底，就马上在第一时间来抢救。尤其台北市的麻寮里、南兴里和北兴里的主题区，小巷啊真多，所以灾情勘察车会使在第一时间来运送救灾工具和人员，来发挥愈大的救灾功能。南牛集团的副总裁肖崇虎和涂南昌上午向精神的将车的锁匙捐赠给陈华官和消防局长黄志莹。陈华官并回赠两间企业消防车的模型，来感谢因对地方的付出。新闻大概华台北市采访报道。